个人带我们开启一种新的方式。今天的真人图书馆，我们要一起阅读一本生命的书。而今天的来宾非常的特别，是一位新锐的女力作家，相当优秀，而且她的生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卢妍飞 Lucy。大家好，我是 Lucy 卢妍飞。OK， 好，那 Lucy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女性哦。她梭哈了她的所有，到底是梭哈什么东西，又是怎么样带给 Lucy 这么大的勇气呢？我们一起来听 Lucy 的故事。那 Lucy， 你可以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你写这本书的这个故事背景吗？故事背景，这其实是十年前我带小孩子去韩国念书游学的一个经历。是。那在这之前的一些发生的一些契机，所以让我决定就是说哈，我身上全部的财产，然后带着小孩去韩国。那当时就是因为我很年轻就结婚了，我大学毕业就结婚，那是因为怀孕了，然后就生小孩。那结完婚后。生完小孩就发现，哎，前夫家其实有一些暴力的倾向。那我们是透过诉讼离婚之后呢，离婚成功之后就发现自己得了疑似恶性肿瘤，那就动了一场很大的手术。那在那个当下，我就会觉得，其实人生好像不是按照你计划中在进行，那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意外或死亡，哪一个会先到，真的没有办法预测。我想说，我可能要在我有限的时间内，然后为我自己或是为我的小孩做一些什么事。所以我就决定，带着他去不同的国家体验不同的生活。是，那刚刚就是 Lucy 这边有分享到说，你的第一段的这个婚姻其实是有一点状况。不过您刚刚有讲说，您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立马踏入婚姻。对，所以是当时的这个踏入婚姻的勇气是，当时就是因为其实也在准备研究所考试，然后就觉得好像如果因为就怀孕了，就觉得如果突然去生小孩再来念书也不会影响我的计划。是，我想说那就顺着这个顺其自然，然后就先结婚生小孩，然后再来做我往后的规划，是也 OK。只是进去之后，结婚之后发现会有很多相处的摩擦跟价值观的差异。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婚姻生活，所以就会发生一些冲突啊，一些状况。是，那我有听到，就是你刚刚有讲到说，是有发生这个家暴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想问说，因为其实通常多数的人在处理一些家庭问题的时候，都是比较不愿意说，好像立马就谈到离婚这件事情。那不知道 Lucy 这边就是对于说，让你从婚姻决定到真正要离婚的这个脉络里面，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对我必须一定要离开？因为其实我暴力这种事情本来其实就不允许了，它只要一旦发生，其实我觉得就是零容忍啊。那后来就是我有去观察我前夫家的可能公公婆婆他们的相处模式，那我可能旁敲侧击的去从他们的亲戚去了解他们以前的成长背景，或是他父母的相处过程。那发现其实他这个是一个传承家暴的一个暴力倾向的这个习惯，是一种家庭的传承。那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生活。那其实我后来也有发现，我们沟通上如果有一些分歧的话，他是用冷暴力或是真的是动手的方式去解决，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那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允许他继续这样发生。那将来如果我的小孩耳濡目染，也看着他爸爸这样子，将来他也会学习这些暴力的动作或行为，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当下其实在他动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婚姻不是我想要的。结婚生小孩离婚，这其实是不到一年时间，就是很快就会变成是所有的亲戚朋友们没有办法理解我的行为为什么会这么的迅速。那我会觉得你都是可能当时不成熟不懂事，确实是。那其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机遇嘛，因为有可能因为这样结婚，有的人幸福美满。是。那刚好我遇到的状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是遇到我不想要的，可是至少我知道我当下不要什么。对，所以我就先选择我不要的生活，再去慢慢寻找我想要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是。对。是。那当下我是有评估我自己的状况跟能力，我就是极力的想要争取小孩的抚养权嘛，因为当初说实在确实也是为了这小孩来结婚的，所以我不可能把小孩留在他们家，我也怕小孩受到了一些暴力对待或什么一些把情绪或是不满都发泄在他身上。所以我那时候跟律师讨论是觉得
小孩的抚养权我一定要拿到，我才会去做这个诉讼。嗯，所以我为了准备那个诉讼的过程是有花一些时间。是，那但是就是说像我们在谈大人之间在谈这些离婚的时候，Lucy 这边会有想到说就是为了小孩可能再忍一两次啊，或者是说为了小孩我们就装作某些东西是没有看到的吗？可是因为当下我看了他们家的那个家庭教育跟氛围，我觉得不需要给第二次机会，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压抑很制式化军事化的一个家庭的氛围跟环境，那我觉得这样子小孩，不要说小孩，大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已经不健康了。对，那我怎么可能期望小孩在这样的状况下可以开心的成长？不过其实啊，就是在这边呢，透过 Lucy 的这个故事，我们其实也是要呼吁大家，像是这种家暴的问题，大家也应该是要正视它，因为过去常常我们的社会会对被家暴的女性或者是一些家暴受暴者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迷思，我们不能说观念，就是要忍耐。对，大家都希望大家可以隐忍，对，或是下一次就不会了。对，可是其实这个每一次的隐忍都是降低他每一次发作的那个容忍度，他可能这一次因为这件事情他自己会克制，可是接下来他知道你可以原谅他，他每一次发生的频率他就越来越降低，有时候可能一个眼神他就爆炸了。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对，没错。所以其实大家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从 Lucy 的这个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做的时候，其实你最起码可以知道你自己不想要什么，对，然后要勇敢的在不想要里面去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踏出那一步。那即使这个路程非常的漫长，对，但是我想总是有看到阳光的那一天。对，因为我觉得总要先脱离你觉得很不 OK 的情况，你才有办法去看到未来的希望。对，不然如果一直在那个泥沼里面，你只会越陷越深，你也会找不到有人救你或是有什么窗口。 对，没错，就是人生一定会走到谷底之后，再糟也是就要往上走了。对，我那时候还蛮糟，就是离婚后我以为可以跟小孩好好的过我们的规划，我们的生活，结果发生就是一个疑似恶性肿瘤，然后发了很高的烧，然后一直不会退。当时的你是几岁？我那时候才二十六吧，二十六岁，然后就听到说自己可能会剩半年。对，你的第一心情，那真的像跑马灯啊，你就会觉得怎么可能？这是怎么会人生跑马灯就开始跑，一直跑。然后那时候小孩才刚出生，还在喝母奶。他还没有断奶，他就其实那时候是全母奶。对，那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的小孩还没有断奶，就是你可不可以救救我？”之类，就真的那种画面，真的是这样子。那时候在台中，就是医生说，就是当周马上就要安排手术，那个是不能拖的。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中间里面，你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反应的时间。没有，就是你就是马上要安排手术啊，你要马上。你也没有办法回家了，那时候我就没回家了，我就直接住院了嘛。那、就是、感觉都是被推着走的。对，然后我就跟小孩说：“哎、欸，妈妈要开刀了，你可能没办法喝母奶呢。你就是因为其实他那时候已经2岁半，是，对，他2岁半了。那我就说你可能要自己吃饭了，要怎么样？他就其实他看到我住院，他觉得他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那他就开始，他其实那时候就很乖了，他就是听着阿公阿嬷的指令，然后时间到再来医院这样子。那你的父母亲应该也非常难接受这件事吧？对，他们就觉得怎么会，我的人生怎么会过成这样？因为其实我在大学之前，其实人生算顺遂，就是就是念书也还 OK， 然后就是一切都很顺，就是怎么会结了个婚之后，我的人生就跌到谷底，然后发生这一切的事情？对，那后来就是至少哎，开刀完之后算是得到妥善的一个追踪治疗，所以其实维持到现在都还 OK。所以就是那时候是有做化疗的吗？没有化疗，就是手术后，可是因为医生是把它当成是恶性肿瘤的方式在做追踪，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是每3个月都要回去照 CT， 然后持续了2年之后，发现没有肿瘤细胞移转，就变成改成半年追踪一次，然后到现在是1年追踪一次。对，那真的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因为其实癌症这件事情真的是，如果说当你突然接受到以为自己好日子才刚要开始，就马上被宣判只剩半年，对，就是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在
听到这个讯息的当下，应该是会开始去想，那如果我真的只剩半年，对，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那不知道 Lucy 那时候在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就是虽然可能我们可以透过很多医疗的方式，但当你的时间出现一个会有终点站的时间轴的时候，你第一个觉得你生命最应该被完成的事情，或是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是你首先想要去做，否则可能会相当有遗憾的。其实那时候我的牵挂都在小孩身上啊，因为小孩很小嘛。那因为其实如果是发生像我这样的状况的妈妈们或是爸爸们，可能就会开始盘点自己的财产，可以帮小孩投保什么，可以帮小孩准备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当下就觉得可能那些钱小孩也没有办法到18、20岁，那我不如带着这些钱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让小孩看看不同的世界，然后我自己也看看不同的世界。因为我觉得生病这种事，如果其实得到妥善的治疗，心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就觉得我离开台湾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下算是复杂啦，因为声音很多嘛，亲朋好友那么多，就会开始问说你怎么离婚了，那怎么又开刀了，那怎么又怎么样，就是要一直解释一直解释。那我觉得那不如就是离开，就是什么解释都不用了，因为现在我离开这算是一个更大的事情，大家就会忽略前面的事情。对，所以我就带着小孩去韩国，就是不会再面对这些亲朋好友的一些关心或是一些闲言闲语。那我觉得这是去体验不同国家，看看不同世界的人，然后心情也会很好，然后也可以学习不一样的语言，然后小孩的世界观也会比较不一样。对，那我们就毅然决然，就是觉得好，我就是盘算我自己剩下多少钱，因为其实我父母那时候都不知道，那我是自己出院之后在做，就是因为那时候还开童装店嘛，在顾店，我想说奇怪，我在这边顾店顾一辈子也就是这样子，顶多开个2间3间，那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生活，我就想说好吧，我把这些东西全部卖掉，我把我的车子啊什么名下所有东西能卖的、能折现的全部卖掉，嫁妆什么黄金全部当掉。我说哎，刚好算一算可以带着我小孩去韩国念书一年，那我就说好，那我就先报名，因为小孩那时候才2岁3岁多，那他要念韩国学校，他一定要先进去一个他熟悉的语言嘛，因为如果把他丢到一个讲韩文他会吓死，所以我就是去华侨幼稚园，我就是找所有韩国华，我从釜山一直找到首尔，就是每一间华侨幼稚园我都是打电话去问或写信去问，那其实都额满了，因为华侨当地的华侨幼稚园名额很少，那大家都要读，所以就变成是我就是要一直等到有学校愿意收他我才能够去，所以就是后来我写信给釜山的校长，那校长他就说他们额满，他很特别，他是看到我的自我介绍跟履历，然后就特别打国际电话给我，他说我很少有妈妈做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勇气来带小孩来，还没有亲戚朋友，那他说那他推荐我去首尔，他就帮我帮首尔那边联络好，他说那边可能还有名额，那我就打电话去，隔天他说好可以来就录取贵人，对，这是贵人，那个釜山的校长人真的很好，然后后来我就是确定小孩可以去首尔了，我才开始去安排我自己的学校，我才去分析说我想要去幼稚园附近的有梨花大学，有弘毅大学，有延世大学，看我是要哪一间大学，那后来我就是选了纯女子学校嘛，就是梨花大学，就是全部报名都结束了，都安排好了，然后钱准备好了，证明弄好了，我就跟我爸妈说我下个月几号要去韩国，他们说你要去玩吗，你要去批货吗，你才刚开完刀，我说我不是，我是要带小孩去那边住一年，他们就崩溃了，他们就觉得哎，你怎么会做这么冲动的决定，然后怎么都会没有商量，对，他觉得我又是在对冲动行事，那我其实我就觉得跟他们说我其实这辈子想的最多最清醒就是这一次，因为我就是把我身上所有财产说好我就是要离开这里，对，那其实这故事里面发生很多事情都是我爸妈现在看了才知道哦，所以父母其实都是最后一个知道，对，他们最后知道，那其实我爸就是还蛮心疼的啦，医生那时候开完刀他们没有保证我可以活多久或是我的病会不会复发，那我就觉得我可能要在我复发之前，我不可能一直固定啊，就在等死的感觉，我就觉得我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那其实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本来就想要出国去念书，那只是因为后来选择结婚嘛，那我觉得那不如就是现在吧，就是带着小孩一起去，虽然不是念研究所，可是至少是去学习另外一个语言也算是一个体验，那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有没有想过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在准备的过程里面发生什么插曲，
哦，其实我有跟医生讨论，我有跟医生讲说我这个计划，说我想要带小孩去韩国念书一年，那我的身体可不可以允许我这样做？对，那我会遇到什么状况？医生其实让我帮我开药，那还有跟我说，其实你只要3个月一定要回来，他觉得就可以确保我这一年是可以去的。OK， 所以你当时是每3个月往返台韩吗？对，我就一直回来，就对对对，我就是刚好学期结束我就回来做检查，学期结束就回来做检查，刚好他们的一学期就是两到三个月。哦，对对对。那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想会遇到身体可能出现就其实是小发烧，那吃个退烧药其实就还好，就是没有太严重的病痛或是没有办法治理的状况发生。嗯，对，因为医生我是有跟医生讨论过可以我才这样做。嗯，对，嗯，但是真的很坚强。因为一个人到国外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身体不舒服，可能又低潮，或者是小朋友就学有状况的时候，其实在诸多各种打击之下应该会很想哭。对，可是其实在韩国我们遇到还蛮多贵人的，就其实我在韩国算还蛮顺遂，就是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到韩国去，路上的路人看到就会主动帮我们提行李啊，然后帮我们推小孩，就是其实可能这一路上我觉得过得还蛮 OK 的，是前面太辛苦了，对对对，后面开始有不同的好人，对对对，就是还蛮多好朋友出现的，对对 对, 对, 对。不过为什么会是韩国呢？因为那时候我看了一间韩国的童装店，哦，那当时候的货源是到台北的五分埔进货，或是偶尔自己会去韩国买，飞一下，对，飞一下东大门。那时候到韩国东大门买货的时候，那个十几年前是韩货正流行的时候，便是如果你是不会讲韩文，也没有在韩国翻译，然后你又是一个小卖家，基本上批发商是不会理你的，他就把你晾在那边。那我就会常常买不到货，或是挑别人挑剩的。那我就觉得好吧，那我既然还有在做这个生意，那我就来学韩文，我用你们的语言跟你们做买卖。总可以的吧，对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自己有一间店，那我想要来韩国生活，至少那间店留着可以当一个桥梁，然后还可以继续赚一些生活费。哦，对，所以其实是选韩国也是因为跟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相关。对对 对, 对, 对，那小朋友刚到韩国的时间适应的状况还好吗？一开始其实我们提早去，我们是因为我怕冬天去真的他受不了，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七八月的时候去，就是夏天的尾巴去，然后让他从秋天开始适应温度开始。其实在天气上他还 OK， 因为我们没有一下子就到极冷的状况。那其实在生活上朋友上，其实一开始我讲了，他就是去华侨幼稚园，是，所以小朋友讲的都是中文，他是听得懂的，他可以沟通。那小朋友下课都会讲韩文，他在又可以无形中学到一些韩文的单字或是一些对话。所以我觉得在一开始去的时候他的适应是有渐进式的，没有给他一下子太大的变化，所以基本上他在适应上是还 OK， 他没有遇到什么太多冲突或排斥的状况。虽然这听起来很像是很顺遂，但是我相信是妈妈精心的安排。对对，就是有特别调整过。开始，你跟阿公看，哎，他做雪人呢，快点啊！大颗的。好，那你就做小哥的吧。今天要一起拍啊！我们是个好，快点。哦，三哥，老公，哦，무거운가봐。누가서산들아버지안마좀해줄래너무힘들어서다하고싶어요그러면은아지금하수가할거예요니네들서로안마해요서로이렇게서로안마하세요조치루나요요요알겨내치환서호동쇠小声音大可是只会呱呱呱在韩国的这个期间里面啊，就是你自己有没有遇到可能让你觉得最难度过的时刻？最难度过其实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冷，然后出门上课小朋友真的很容易生病，他几乎整个冬天都在生病，就是小小的发烧啦。那后来有一次就是比较惊险，是因为他急性热性痉挛，然后抽搐吐白沫，然后晕过去的那个晚上，是我觉得可能人生怎么这么吓坏了吧，孤立无援的晚上，就是在那个晚上就觉得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我出门也没有公车，也没有计程车，因为那个时候下大雪。韩国有个特质是下大雪，所有计程车都关灯不接客。对，因为他们要回家，因为下大雪开车很危险，他们常出车祸嘛，所以基本上如果是遇到下大雪，所有的计程车是不接客的。那我那个晚上就是真的用棉被滚着小孩放在路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就是还好，我觉得那运气都很好，就遇到一个下班的司机，他从对向，就是路其实就是像这个马路口那么远的状况，他绕回来说我是不是需要帮忙，然后他载我去医院。当下应该有哭出来吧，现在听就觉得很感人。当下就是很紧张啦，就是很紧张，然后至少因为其实医院延世大学医院离我们住的距离大概就是开车是十分钟的距离，可是在下大雪的状况下你是没有办法步行到那个地方，对，加上小孩他已经晕倒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等待这个时间，所以那时候本来想说反正最糟我就是随便拦一台车看谁要载我去，当下是这样子想啦。对，那其实像小朋友在那边念书到后来回到台湾，就是这种文化的冲击上面， Lucy 这边有先帮小朋友先打预防针吗？你说他去韩国念书，因为其实他时候没有念过书啊，他时候才三岁啊，所以等于是还很小，对，他等于是去那边是念小小班，所以对他来讲上学本来就是第一次，他没有在台湾的经验，没有先入为主，没有他是第一次的经验，所以我有跟他讲说你几点到几点要上学，上学遇到什么状况，几点要吃饭，然后有什么规则你要听着老师的指示，基本上他知道这些状况。我本来以为他会有分离焦虑，其实是我反而是我焦虑。我觉得他适应得很好，他第一天去他就说妈妈你记得两点过来接我，然后就进去坐好了，他就没有在，他也没有哭也没有闹，就这样子。他其实我觉得他从小他的可能发生一些状况，他在心绪上面他是还蛮沉稳的，对，他出乎我的意料。可能其实小朋友的那个感知啊或者是情感接受的神经也是挺敏感的， 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他在适应环境变化这件事情上他是还蛮有大的，还蛮大的弹性。那么你呢，就是你在韩国因为又要顾小孩然后自己又有学业，对，要批货，对，就是还蛮累的。所以后来遇到很多同学都直接住我家了，就帮我顾小孩啊或是帮我就是到韩国的家吗？对，就是我们韩国自己住，可是因为我跟后来认识一些香港朋友，然后各地的华人，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不如我们去你家住好了，帮你顾小孩，你就可以去批货，或是就是会常常来我们家，所以遇到很多好朋友了。那你会就是他们会好奇你为什么自己带着孩子来到这边吗？有啊，我有讲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小韩国会有一些国定假日，是幼稚园是放假的，可是语文学校是不放假的，变成是小孩放假我没放假，那他怎么办？这个是我是去那里当天才知道的事情，对，然后就会变成小孩怎么办？因为我们有一天去幼稚园，发现幼稚园怎么没有人上班，然后管理员怎么也没开，然后一问才知道今天是国定假日，我想要惨了，那就是小孩带着去学校。但那一次之后老师其实就帮我做介绍，老师有问我说你怎么是自己带小孩来的，那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是单亲妈妈，然后带着小孩来体验韩国生活。那一次之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们的状况，我们都过去，所以就大家都很热情啊，因为小朋友小小的在那边也还蛮可爱的。韩国人对于就是像是这样的单亲，他们的接受度，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师还蛮有智慧的。他其实他说，离婚率在亚洲区韩国是第一名，他就直接用这个开头跟全班的人讲，用一个社会现象。对，他说韩国是第一名的离婚率高的国家。那其实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这样子，然后他其实就是很自然的用课程的方式带入，然后介绍我们。那当下其实有很多可能美国的朋友啊，或是一些新加坡各地的朋友同学，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小，都是可能十几岁二十出头那种大学生或是交换生，所以就是大家其实都很蛮亲切也蛮热情的，所以就是在适应上小孩就是只要遇到国定假日他就跟着我们一起上课，他就到我们班坐在旁边当旁小小助手，对，旁听生，然后在那边上课，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玩啊去吃饭这样。所以其实那个大拇哥的好朋友们应该也都是大人，对，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大人，那是我的朋友，是他的朋友，对，对啊，所以他就有时候他跟我朋友联络的频率比我朋友跟我联络的频率还要高，他帮你维系了你们之间的友情，对，那大拇哥现在应该也很大了吧？现在是国中二年级，对，青少年。
青少年的这个时间点，应该在小朋友的成长上面，其实妈妈这边会不会也有的时候会跟不上，不管是他们的心态啊，或者是就是我觉得亲子教育的冲突会变得更多，因为他会觉得你可能不理解他，或是你不懂年轻人在想什么，可是我跟他的好处是我们会吵，我们很爱吵架，就是我会把我的想法跟他讲，他会把他的想法跟我讲，那我们会用吵，吵完之后沟通彼此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比较像伙伴跟朋友的关系，他比较不把我当成一个长辈或妈妈来做，他就是我不会的他会教我，他会跟我讲，哎，现在年轻人流行什么，现在年轻人用这个 app 或是什么，他就会开始教我这些东西，或者说现在流行听什么音乐或者什么，那我会跟他讲我们那年代我们都听什么的，张学友啊什么，就是我们互相交换我们的我的成长背景的东西，那他会跟我分享他现在的状况，那我们就会交流，所以我会听他的听他听的音乐，他听我听的音乐这样子。不过刚刚就是 Lucy 有讲到说，其实你跟大拇哥之间的关系比较像是伙伴，对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蛮少见的，因为在台湾里面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当妈妈的就是要先帮小孩想，就是要以小孩为主，可是其实你不是这样子做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被长辈骂到臭头的那个妈妈，就是会觉得你这个妈妈怎么不懂事，你怎么会这样？但其实大拇哥他是觉得有这样的妈妈，他觉得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其实他跟他同年龄的同学的视野是比较不一样的。对，那他会觉得其实因为他可能跟我比较像朋友的关系，所以变成是他有一些想法，或是我现在的状况，我可能职场上遇到的状况，或是他现在遇到可能他人生未来要怎么规划，他往哪一个兴趣走，他大学要念哪里，或高中要怎么准备，这些东西可能会比较得到一些可能比较社会化，或是比较不会是我期许他怎么做他去做的事情。对，比较成熟。对对对，我不会说你一定要念哪里，你一定要考什么科系，你要变成你要当医生、当律师、当什么，我不会。我说你现在应该先发觉你喜欢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那你将来这个兴趣能不能变成你的工作？因为你工作时间要很长的时间嘛。对对啊，那所以我现在其实在工，因为我是单亲，我没有办法随时去接他下班或下课，所以会常常遇到是他必须得到我公司，所以就变成是他可以观摩我的工作职场环境，还有我怎么工作的。那像之前有时候出差频率很高，有时候我会带他去，所以他就跟着我去韩国出差，他看哎，妈妈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批货是怎么样的批货过程，让他去看不同职业的状况，然后去公司他也可以看到不同同事嘛，那每个同事负责的东西是什么，他也可以去观察。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亲自的经验，可以让他去思考他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对，因为他现在一定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对，听起来就是一个不照 SOP 走的妈妈，所以其实人生也没有所谓的 SOP， 因为看起来从你的过去到现在其实是非常的跳痛的。我觉得在 Lucy 的故事里面，我看到一个蛮大的点，其实人生里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成就就是要变成一个很有钱或者是很有名声的人，但是我觉得 Lucy 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生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成为他自己哦，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美的样子。对对。那其实如果用 Lucy 这个十年来的这个故事，你自己觉得可能用一句话总结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可以选择一条人少的路，然后坚持到底就是胜利。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毅。在这个疫情当下，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可是为了要养家活口，大家都还是要找工作。一般人都会向往那一种待遇高、轻松赚，可是往往就会陷入了一些诈骗的陷阱。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有几个关于求职的诈骗的陷阱。首先呢，第一，他们会要求你要提供你的提款卡跟你的存折，
然后来协助提领不明款项以换取薪资。第二，要制作薪水账户跟加入企业会员，然后要求你提供你的身份证正本还有你的存折正本，这时候你往往就陷入了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第三，会以要制作员工制服或者是缴健保费向你们骗取费用。